听说这个很贵，我竟然发现了一堆。如果没个壮汉陪伴，我劝你不要勇闯西海岸。我就是教训。风浪太强，所有的海鲜都抱团生长。巴掌大的青口长成了山，海葵长成了圈，飘逸的海带像发丝一样在水里飘摇。西海岸的螃蟹很嚣张，吃起来也一定很香。这能不香吗？只恨手速不行，还好脚速够快，手脚并用一顿逮。嘿嘿，没能逃出我的脚掌心。放着这么多美食不管，老周竟然迷上了海星。话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颜色呢？肚子饿了，赶紧办正事儿吧。迫不及待想整点回去烤个蒜蓉青口。我们用空气炸锅整一个，空气炸锅烤东西可方便了。这个空气炸锅是我从德物买的，上面有很多方便又实用的小家电，最近做活动，新人的优惠力度特别大。自己做的简单又健康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点我的评论区链接去看看吧。吃饱了才有力气攀岩走壁，好家伙，这才是西海岸正确的打开方式啊！这地方也太野了，海螺全打窝了。光是好海螺都忙不过来，然后你看我又发现了什么？这里全是地狱级的美食，好几百一斤呢，这是要发财了吗？可是一个趁手的工具都没有啊！大家都怎么敲的呀？好着急。